在人工智能时代，我给你植入个芯片，连接到云端，你可能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原装人，全球都是一个非常 amazing。可能从小我们对这个机器人各方面，我个人比较喜欢，比较热爱。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工业机器人也好，其他机器人也好，其实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更别提就是投资者了。总感觉未来这个东西还是会发光的。我当时不太懂得这种融资的方式和方法，所以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去不断自己去筹钱，包括跟朋友借钱，包括跟家人去借钱，或者甚至是说我们讲去自己把自己的房子、车子去。不断抵掉，一直到2013年，我觉得有个契机。当时2013年，谷歌公司在全球收购了大概8家还是9家的一个机器人公司之后，好像这个行业的兴趣，包括 VC 投资也突然一下就兴趣提上来了。所以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接触了一些两个投资人。如果最早之前，其实坦白说 ，UBTech 是一个纯做这个机器人的这么一样做运动伺服、舵机、关节，包括运动控制算法的公司。但随着后来我们的团队的加入，包括我个人有时间抬头看路的时候，我把 UBTech 定位成一个。做机器人人工智能最前沿的这么一家公司，比如说人脸识别的技术，包括我们讲的语音识别技术，到底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载体上去与之使用，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数据上传的非常通道很窄，而且这个收集上的数据的来源还有质量并不是最好。那最好的数据来源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是跟你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家人、朋友、同事，他是每天从眼睛，我们把眼睛想成机器人的眼睛，他每天包括你的穿衣，包括你的所有的行为，包括你的爱好，他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他知道你喜欢踢足球还是打篮球，他知道你有什么特殊的爱好甚至癖好，他知道。而我们的手机端其实并不知道，因为它是被动式的交互。所以如果一旦形成主动式交互的话，你会觉得数据来源结构都会不一样。而机器人如果一旦形成那一天的话，你会发现整个的应用层发生了变化，那这个整个的生态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再换句话说， PC 端如果 QQ 没了 PC 端，微信没了移动端，这些所有东西都不存在。对，我觉得 AI 人工智能肯定是改变颠覆人类未来生活的这么一个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么一个技术。那其实我们的下一代有可能他根本不用去花人生的20年去读一场书。但人工智能时代，我给你植入个芯片，连接到云端，你可能什么都知道了。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一代原装人，下一代人可能有三种人，一种是 original， 就是我们这种普通的人，还有一种X-Man， 就是植入一些芯片，看得更远，理解得更深刻，知识面更广，因为从云端获取或者怎么样。第三种就是人100%人造的机器人，这种时代很快就会来临。只是人工智能在每个行业，包括在金融科技、驾驶很多方面都会有不同应用而已。对，我们用中国人马克思的理论来讲，下层建筑永远推动上层建筑。你下层经济科技在发展的时候，你上层建筑被动的会去对这个下面科技的发展做一些修正或者调整，就像很多法律法规在100年前是不行的，到今年就通用了，这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么一个轨迹的。其实这个人工智能领域非常非常宽广，我只希望我们 UBTech 能够保持我们的初衷，能够成为一个机器人人工智能结合机器人这么前沿的这么一家全球最顶尖的公司。我是希望未来的机器人在我们的生产线上能够非常模块化的生产。如果一旦我们把这个规模量产的，包括这模块化的这种关节能够一旦实现的话，成本能降下，同时保持稳定的话，我觉得可以说不光是在中国，在全球都是一个非常 amazing，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件。